我们的 Facebook page 和 Instagram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表演不错，欢迎到上面帮我们按个赞。然后我老公他平时是一位婚礼歌手，我是一位刺青师，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刺青，或者是找他去唱歌。谢谢你们停下听我唱歌，谢谢。我们现在会稍作休息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唱歌给大家听，谢谢。